彩桃又称彩釉桃，它是一种古今兼容、中外结合、意境相符，总是以陈设为主、日用为辅的艺术桃。在宜兴现代艺术彩陶发展过程中，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宜兴彩陶工艺厂彩陶艺术研究所所长邱雨林是开创现代彩陶艺术里程碑式的人物。在紫砂一枝独秀的宜兴，今年55岁的邱雨林却独独钟情和痴迷于彩陶创作。我这个从陶校毕业出来吧，应该说就是一直走着这条彩陶这条长兴路，这么三十多年来，就是在彩陶的理解、设计，包括市场，做了就是这些的工作。那么从彩陶的原材料，从最源头的原材料，到造型，到成型，装饰，到烧成。整体的设计理念都做了全面的研究。为人厚道，做事认真，这是邱雨林给人最直接的感觉。在陶艺创作中，创新始终是邱雨林的追求。我们就是在一直在这条路上走着探索这条路，就是用什么方法去做，用什么设计理念去做，能最好的反映陶瓷的面貌，反映我们彩陶的艺术。那么我们这个设计理念，就是把彩陶的文化、彩陶的理念，就是做到我们作品中去，让人家感受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设计理念，而不是去具体说是哪一个产品。假如作为艺术家，他具体到一个产品，那我们说，它是一种文化的形象，也可以说一种文化的代表。但是它的能代表一种文化，应该是一种文化的化身。我们彩陶，我就是讲要坚持走一条文化的路，走一条创作的路，走一条陶瓷艺术和市场相结合的路，走出一条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结合的路，这是我可以说终身的追求。30多年来，邱雨林沉浸在彩陶艺术的天地里，乐此不疲。他在泥料、釉料、烧成等方面都不断探索，首创了彩釉画花、彩釉喷、滑、填、挑综合装饰，以及玉珠釉装饰等多种装饰新工艺，开创了现代彩陶扁、尖、异形造型的独特风格，为宜兴陶瓷造就了一个特色品种，创出了一个市场品牌，也为其他的陶瓷创作设计提供了借鉴艺术。也正是邱雨林的大胆创新，他创作的众多彩陶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如扁造型，它不但与传统的圆器、方器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且装饰平面大，并符合人们的观赏规律。尖造型突出了尖的功能，能将人的视觉引向尖点。他在扇舞瓶、独秀瓶、蝴蝶瓶等作品中均体现了尖的效果，给视觉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在他设计的一体造型中，已经没有传统器型的头、颈、腹等明显特点，而是将这些特点进行了综合淡化，在空间虚实的变化中求平衡，求协调。1990年，邱雨林的作品《曙光》获第4届全国陶瓷艺术展2等奖。2000年，他的《古韵釉陶》获第2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金奖。2001年。作品《沉默》系列获第3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金奖。2006年，邱雨林玩了一把紫砂，他将现代陶艺理念与传统的紫砂文化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创作了紫玉瓶，并在第8届全国陶瓷艺术评比中获得了金奖。
很多这个作品，应该说就是，可能看上去是一般的，但是它有很多的含义在里面。你就像我那个获奖的紫月瓶，哎，它就是看上去就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器型，上面搞了一些图案。实际上，这个图案，你看上去很简单，就是一个基本型，但是它通过它的翻覆变化、重复的连接。大小的结合，那个整体上感觉很现代。那么把一个很传统的东西做得很现代，那是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他还有一个，他是搞那个用宜兴的那种雕刻手法做的，他有立体感，他那个立体感很做出来以后，你看以后，他的图案很有直述，就是很规范、很规整。那么这个规范规整让人家感觉这个东西很，就是很有规律，很有韵律，整个图案很协调。那么这些韵律、协调、和谐，也可以说是艺术一个重要的表现方面。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它那个图案，你在每个角度去看，尽管它是形式都没有变，但是你人在动，它那个图案也在动。这个是可以说，我是很多这个设计里面造型设计都很做不到的，很难做到的。那么对我来说，这个也是偶然的碰巧，也是碰巧。我讲艺术很多是灵感碰巧，你不是长期的，你这个碰巧是你赶不上的，哎，偶尔让你碰巧到，可能你没有一个完整的理念去完善自己的自然技术，你也很难。邱雨霖特别注重吸纳外来陶艺作品的艺术创作法则和思想，从中悟出了很多陶器艺术的创作手法，并将外国陶艺的造型装饰与中国传统创作的理念融合应用到一起。还有很多设计理念和外国的这种设计理念结合的，和外国的文化结合的。那么特别像你像看我们有些设计，你像这种图案，方块的图案，在我们几千年的彩陶文化上面就可以有这种效果。那么我们现在用现代的眼光看，它叫现代设计理念，叫构成理念。面对确体的生命，邱雨霖并不满足。他说，追求美的过程是艰辛的，但是这是一个体验成功的过程，永远是一个新的憧憬。可以说我们很多在我们一起工作的，他们都去做纸扎了，甚至他们都做得很好，但是我还在坚持这条彩陶路，因为我认为这彩陶这条路，尽管它不赚钱，可以说最好的时光都奉献在这个彩陶的事业上面。应该说社会对我这个艺术做了很大的承认和肯定，所以说我们有责任把那个宜兴彩陶这块艺术把它继承下去。那么像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事情，我们应该也有能力去把我们这个艺术思想、艺术观点做成文字记录下来，为后人有个交代。